你喜欢什么姿势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睡觉的姿势。我比较喜欢侧着睡。 张老师，你比较喜欢什么姿势？我也喜欢侧着睡。张老师，我没被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我们俩靠近一点。 这样大家都有被子了。我们这样。 是不是太流于表面了？要不我抱着你睡吧。晚安。 状态不太好的样子，我可能是有点认床。张老师，我们是不是发展的有点太快了？要不我们把进展放慢一点？那我稍微研究一下。好。